电脑去，叫你2月13以后才能买。啊是哦，安尼是买过啦。系啊。啊，不用贵啊，快！自称没买过，但偏偏健保卡就是过不了，只能再等7天后。有人跟着队伍排排排，但口罩却没了。没排到，布满全血脸上，口罩实名制上路首日拿健保卡登入，结果9点半之前的时候，大概一张健保卡就是4分钟可以处理好，可是现在就一直呈现没有办法点选购买的。拍卖系统大登机，不止健保卡登入网站，就连口罩查询系统也挂点，实测手机 APP 或是网页通通跑不动。完全超出我们原来，我们一天在上我们的浏览我们的网是3000多个人，那现在变成我们所谓的那个18000多个人。中华电信协助我们把这个传播的速度拉快哈，那个 IBM 也在协助我们把一些设备增加，缩短排队时间。药房进妙招，拿出收钱筒，凭号码排。还缴钱领口罩，还要保留健保卡。有卡片好了，好，您是41、42号。同一过卡省时间，药局买口罩状况各不同，但买到心情差很多。拿到了，归点。三立新闻郑远龙、黄新成、吴雅婷综合报道。谢谢